你这个大混蛋，你竟然敢打回去是魔老公娘！你那才对眼睛，你不是人！我早就跟你讲过呀，今麦我有栽掉你受的伤害，你的心情就听得到。你这种失去相爱亲人的痛苦，你总算是体会到了。我爱你百秒。 你先冲啥？好，阿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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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阸爸，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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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，阸爸，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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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，
刚看到车咧唱白哪倒火啊，爸叫烟呛着，你来看医生。感情也是安尼，车好好，是安怎唱白的？这一定是有人动脚手。王亚芳，你老实讲，是不是你闭嘴？你家己安怎想，就安怎看别人。你就是平常时歹代志做上多，才会叫是讲是有人在闭嘴。唔爱伫遐讲白菜，啊，那么想做这人，拄好一日才拄着你啊！你就是转过来看我爸是不是已经死啊？我伫这间病院做义工已经几落年啊。我跟你无同款，我无遐尔啊歹心，一天到晚上空上胖，看要安怎害怕。吴小姐，真失礼啦！啊，阮查某囝就伤过烦恼我，所以情绪较激动，讲话若较歹听吼，就莫再计较啦。周先生。你即马对我阁真有礼貌，到破病时阵拢无共款。是讲哦，你的个性甲曹芳呢，卡白掉情绪就失控比起来，真正是足无共款。你两个人真无像白阿囝。你在讲啥？我本来就是白阿囝，你今日把收当去收当去。我卖遐激动啦！我知阮查某囝做真侪伤害你的代志。我在这代替伊甲你解释咧，真歹势。请你甲你的查某囝管好好，要若无有一天，伊对别人所造成的伤害，一定会报应在伊家己的身上。你俩这个死相，你为什么跟我那做不了朋友？我的心情，这是比你，卖你话个大细声。爸。真正好，刚才你无代志，我真正袂得失去你。啊，无代志，无代志啊！爸，放心，放心，啊，无代志。